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993全网既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我是本档接麦主播，我叫乔一。然后喜欢看跳舞的哥哥可以把五星五秀嗨翻天的预约点一点。一进来还以为没有穿，所以白白激动了一下是吗？所以白白激动了一下是吗？哎，我这凳子是不是有点高啊？高啊？为什么感觉跟你们就显得我那么高呢？对对对对对，你是不是走错频道了？这是舞蹈频道啊。少妇，少你妹！说少妇的你那个，你放学别走啊！打死你！我找人堵你，打死你！谢谢哥哥们的关注。来个一字马。吓死你了！有没有人跟我揍他的？来来来，集合一下，有没有哥哥跟我一块揍他的？再说我少妇的，有没有揍他的？行吧，你们没有人跟我一块揍他的话，那我就不给你们跳你们想要的舞蹈了。开始我的表演。好吧，那我们开始第一支舞蹈吧。不让你们选了，真坏，不跟你们玩了，不跟你们玩了，自己跳自己的，不跟你们玩了。
看我直播手都快废了，怎么会呢？你是不是关注？那你有没有点关注啊，小哥哥？点关注的小哥哥，2018年都会长3公分哦。点关注的小哥哥，2018年都长3公分哦。都会啥？少妇，你妹！你再说我少妇打你哦，才3公分，3公分是啥？长1米，那你要长1米的话，那不就成了那个受伤的那个长颈鹿了吗？差不多。随便你们吧，反正我每次来都有各种不一样的外号，反正我每次来都有不一样的外号。妈，还说少妇，有没有哥哥跟我一块那个放学揍他的？啊，有没有哥哥一块放学跟我揍他的？还说少妇，你们真的是够了，不跟你们玩了。你们说吧，你们说今天你们想看的舞蹈，一个也不给你们跳。对，放学等他，堵他。对，我吵起来就对了。你一个也不看，可以够男人。好了，没有点乔伊房间关注的宝宝们，点一下乔伊的房间关注哦。你们不看我下麦，不可能跟你说，不看我也得看，不看我也得看，还有好长时间，不看我你也得看。下一个舞蹈吧。
谢关注，谢关注，谢宝宝们关注。终于只有3分钟，哥们儿，你说你在这找什么存在感？你要真不想看，你出去不就得了，对不对？你何必自己在这里给自己找麻烦呢？还终于只有3分钟，太不容易了哈！谢谢宝宝们关注，谢谢哥哥魔术帽，不点关注怎么会怎么样？不点关注会少3公分。谢谢各位棒棒糖，没有点乔伊房间关注的各点一点乔伊的房间关注哦。肉肉的好，喜欢肉肉的各个点一点乔伊的房间关注哦。一起才2公分，好吧，心疼你3秒，心疼你三秒，心疼你，心疼你三秒。谢谢宝宝们画画，明明很漂亮，不要搭理他们，不理他们。谢哥魔术帽，2公分都找不到，心疼心疼，我心疼我心疼我未来的嫂子。你才1公分。好了好了，来，我们跳最后一个舞蹈吧。Yuragim, sizni bugun yonatdim. Qizlarim.